Anna, voy a. Oh, 那你就待在家里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欢迎你，你
可以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吃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来，好 lucky 啊！我们有什么东西？过来看看。What is it? What is it? 哇，这什么东西？真的是用姜 ginger 做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看到姜饼人，姜饼人，哇，好特别！刚刚前面姜饼人出意外了，掉在地上，那一只这个姜饼人的手脚都断了，这个是完整的，这个是完整的，好好吃的，他的头，哎呦，我要吃他的头，给你闻一闻。很香，有一点香，有一点辣，好吃，好好吃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圣诞节，有一个屋子，不是姜饼屋，是什么样子的屋子呢？我们来看。啊，这让我想到了，对呀，派了天使，找了一间屋子哦。告诉谁？玛利亚，要从神的能力生下救主耶稣哦。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讲到这个天使啊，我知道哦。如果有问到，我会帮你们一把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请柯老师来帮你们一把。好，待会我问问题的时候，你们要讲，学我，学我 ，OK。好，玉蝶，请问。第二题，请问这个英文怎么说？铃铛的英文怎么说？Bell， 答对了。哎，我有时候就故意不说。请问第三题。我讲一二三就错过了。第四题，请问谁最先去看飞机？耶！注意听我的问题哦，我问的方法跟它上面的不一样哦。请问姜饼屋的英文怎么说？耶稣降生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耶稣为什么降生在世界上？因为他犯错了。哦，他没有犯错。哎。复活了，答对了。请问
文怎么说？ Boy, boy, 答对了。说你，girl， girl， 答对了。哎，你以后对女生讲英文要温柔一点哦。啊，哎，答对了。哦，最后一题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还想多问你们几题哦，时间不够。好，这一题，我们放下。我跟你讲，已经拿到的奖品了，就不要再举手。我们把机会给还没有拿到的人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四个字，四个字。每一个人当我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给你们一份纪念品，一个小礼物哦。哦，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？好听。那要请你们也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的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听哦。好，来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。